9月28日，有网友晒出王子文出席某活动的照片，照片中的他身穿 V 领裙，优雅又温柔，堪称完美身材比例。熟知王子文的人都知道，王子文的身材是很娇小，虽然官方身高是159，但是因为骨架大小的原因，看起来并不显高，所以他的日常穿着都会格外注意身材比例的划分，以此达到视觉增高的目的。这一天的黑色深 V 领裙依旧如此，穿出气场的同时也是很显高，网友看到后都纷纷表示，王子文也太瘦了吧。在这个以白幼瘦为主要审美基准的畸形时代里，很多女孩子都陷入身材焦虑，而王子文却曾在一档节目中呼吁大家，瘦绝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定义美的标准。温柔的发言让很多女孩子都找到了自信，也祝愿王子文事业越来越好。